鞭子，开门！冯恩，冯恩，怎么听怎么像白吃国家饭的愚臣。我不管，我就要给他成了。穿上这身衣服，日后我就能中进士，就能靠自己的官位。陛下今天一早剥夺了他的本科功名和终身参事的资格。没有你给我干如此，我的功名已经没了。如果我现在再不当当初的本名，可就一句也得写不了。去吧，如哥哥。